大家都可能好期待咁嘅股票買下，買呢啲啦，係嘛？就係比亞迪啊、信和啊、長實啊買啲啦，係嘛？買啲2688新奧林。上星期二我 webinar 我都有講嘅，就攞個道指未見到踏入紅區咧，就話美股咧仲有一線生機。咁嗰線生機嘅焦點咧，最主要咧就美國11月咧嗰個中期大選，你點都要營造歌舞升平啊，營造啲好嘅氣氛啊，或者股市上翻去啊，撳低個通脹。大家好，欢迎收睇一语道破。市场呢就好鍾意同呢个投资者开玩笑嘅。咁如果你用理性去分析呢，咁分分钟呢真係输到喊，係咪？咁但如果你用反智嘅投资法呢，又过唔到自己喎，自己唔係反智㗎嘛，咪好多人都係用逻辑性思维去諗嘢。咁所以喺金融市场里面打滚呢真係搵食啊，咁真係要考好考功夫嘅。咁我哋讲下点解会今次会讲呢一样嘢呢，因为呢上个礼拜呢有几个数据同埋业绩出嚟呢，似乎呢就係唔係咁好嘅，咁但係个市呢会发癫咁上到去。讲咗上个礼拜啲反智法呢，呢、這个28号即係星期四嘅凌晨呢，香港时间凌晨呢，联储局呢就意识啦，大家都知道加 0.75% 啦，係咪？咁將呢個短期聯邦基金利率呢就調高到去呢個 2.25 到 2.5 啊。咁呢個呢就符合市場預期嘅。咁主席鮑威爾呢喺記者招待會呢就講過一句，佢明示暗示下一次9月嗰、那個會議呢係會最多去加到 0.75 厘嘅，咁即係再加 0.75 厘，咁就去到 3.25 㗎喇喎。咁市场呢就一於好少理，咁呢就美股三大指数呢就照升如意。咁当晚美国星期三嚟嘅仲係呢个納指呢就无厘头呢加息，下次仲会再加，升咗超过 4%。标普呢就升 2.6%， 道指就升 1.37%。好啦，到星期四啊，星期四晚即係呢个美国开始啦，係咪？咁呢就开始前呢就公布呢个第二季嗰个 GDP， 咁就弹出个-0.9%， 咁第一季呢就係-1.6%， 咁两季加埋负增长呢就喺嗰个技术上呢就呈现咗系经济衰退㗎啦。不过呢就大把人跳出嚟话冇衰退，冇衰退咁。第一个咧就系财长耶伦，佢喺记招嗰度同啲即系记者招待会就话，真正嘅衰退咧，经济衰退系要广泛，所有嘅嘢广泛嘅疲弱，经济要广泛疲弱。目前咧就只系严重放缓嘅啫。咁好啦，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佢亦都嚟趁高兴，佢话唔系衰退，佢话因为劳工市场咧仲系好劲，你都知道失业率啦3.6%，好多年嘅低位，佢话经济咧仲系好强劲嘅，咁经济好强劲，点会出现两季衰退咧？真系唔明嘅吓。咁佢哋话要好多个行业系即系超出咗两个月嘅时间滑波。滑波嘅意思即係賺唔到錢啦，咁先有衰退嘅跡象。咁佢仲講句話對 GDP 呢個數據呢就抱有懷疑嘅態度，即係唔信自己有嗰個數據。咁亞特蘭大嗰個聯儲銀行Ruffle Bostic 呢接受訪問，佢都話呢未見到衰退啊。好啦，其實最權威係邊個呢？係擁有八個專家組成嘅 NPER。即係話咧，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啊，咁佢哋咧就話持續兩季去出現負增長咧，未必係經濟衰退，佢唔認同咁啊，話係咁都得嘅，粒粒升喎，真係個個都喺度話冇衰退喎，咁啊啲權威人士啊粒粒升啊，冇話冇衰退，咁美股啊仲唔再抽多下添，咁所以咧星期四咧三大指數又再抽過啊，全部咧就升超過1%收市
好啦，咁到星期五咧，有一个非常重要嘅数据，嗰个咧就商务部公布六月份嘅 PCE， 即系个人消费开支平减指数啊，咁咧就出现咗点咧？出现咗 6.8%， 就超过预期嘅 6.7%。好啦，撇除食品同能源嗰个核心指数咧，都弹个 4.8 出嚟。都是多过预期的。咁好啦，联储局呢、这个是联储局用嚟衡量通胀嘅指标。咁 4.8 核心呢等同埋佢嗰个目标2%系咪都多成两倍咁滞呀咁所以呢就鲍威尔呢就明示暗示话九月再加可能加到 0.75%。点知呢呢啲声音呢就冇人听嘅。但是有聲音呢就話因為呢一個 4.8% 呢仲低過2月嗰個 5.3%。咁美股又升喎，道指就升 1% 收標普就升 1.42%, 咁納指仲勁升 1.88%。哇咁業績又點呢，我哋一陣講。大家好，我是黄冠一，个个都叫我王 Sir 嘅。而家 join 我嗰個 Patron 呢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 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還會以宏觀角度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作前瞻性的分析。每月直播，我會和侯天同師傅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參加我的 Webinar。 小小的付出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立即join我Patreon吧。